尊敬的大德、法师，各位同参道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雅佛音，我是静雅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上一集给大家讲了三恶道，今天呢，给大家来继续分享什么是三善道。十善者，即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欲、不嗔恚、不邪见。善道虽然有安乐，但不是恒常的，必定还会堕入恶道。三善道是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。四、阿修罗界。阿修罗意为不饮酒、无端正或无天，因为阿修罗曾在四天下采花，欲将大海酿为酒，但由于鱼龙的业力使海水味不变，因此誓愿断酒，名为不饮酒。又男众极为丑陋，女众极为端正，因此名为无端正。其果报的殊胜仅次于天，但是却没有天人的德行，因此又名无天。阿修罗体型极大，身长84000由旬，口广1000由旬，因此身体高于须弥山，四大海水紧急栖息，衣食之殊胜与天同等，但是吃食时则不如人，因为最后一口食物会变成青泥，有如龙王最后一口食物会变成虾麻。阿修罗彼此的贫富差异也很悬殊，阿修罗生前虽行下品十善，但因为嗔恚、我慢、猜疑心过重，因此不能升天，并且怀有怖畏心。阿修罗常常妒忌佛陀说法，比如佛说37道品时，阿修罗则说38道品，又因为妒忌天道的福德，因此常常兴兵与天道的第四天作战，想要占领天的住处。楞严经卷9记载，阿修罗分布于鬼道、畜生道、人道、天道四处，有胎、卵、尸化四种受生的方式。五、人界。人者，人也，因为能忍世界的种种苦乐，因化名忍。六道中人身最为难得，阿含经上说，失人身如大地土，得人身如爪上土。人道是五趣升降的枢纽，因为人道苦乐参半，又有因缘得闻佛法，因此知道积善修福得以升天，乃至修得圣果，但也有恶性难改，造十恶业而下堕地狱恶鬼畜生者。地狱恶鬼畜生等众生则受苦无间，无暇修善，天界的众生则沉溺于享受之中，不知要继续修持善法。因此佛经上说，人间有三种殊胜，为其他五道众生所不及的，即记忆力强、勇猛精进、清净泛横，能保有人身，如盲龟浮木最为难得。持守五戒以及十戒中品的十善业，是得人身的原因。五戒的前四戒是杀、盗、淫、妄，属性戒，无论受戒与否，一旦违犯便需受业报。第五戒是不饮酒，属折戒，喝酒本身虽然不造业，但是酒能乱性，使人容易触犯前四戒，因此必须制止。佛经上说，学佛有八难，也就是指八种无法学佛的因缘，如出生为地狱恶鬼畜生、长寿天的众生，或者虽然出生为人，但是没有遭逢佛陀出世或佛法住世的时代，或者出生在边地圣处，贪着享乐，不受教化，或者沉迷于外道经书或研习，
不信出世正法，或者盲聋阴哑六根不具，这八种因缘都不容易得闻佛法。可见能得人身又能接触佛法，真是难遭难遇啊。第六，天界。天音译为提婆，是六道中福报最殊胜的，依照其积善的多寡或烦恼断除的深浅，又可分为欲界六天、色界十八天以及无色界四天等，一共二十八天。欲界天和人类是一样的，有身体、形象及物质、精神的享乐。色界天包括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及四禅天，已经没有男女饮食、睡眠等欲望了，但是还有特殊的身形、精神上的爱情，以及国家社会的组织，并且以禅悦为食。无色界天则完全没有了身体，只有微细的意识存在。以福德来说，居越上方的天，其身体越高大，寿命越长，所享受的喜乐也越殊胜。例如最低的四天王天有500岁，约为人间的900万岁，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天则有80000大劫，约为世界从生到灭共80000次。四天王天身长半由旬，约10里。色界最高的色究竟天则身高32万里，而月球距离地球才22万多里。只有欲界天才会有衣服，越上层的天衣质料越轻。色界天则是随着天人的形体而有光明圣妙的外形。在食物上，欲界天思食得食，并以衣被细滑澡浴等舒适感受为食。色界天以上都修有禅定了，色界与禅悦法喜为食，无色界则以细微的意识为食。天界有四世胜于其他的众生，比如身胜、受胜、定胜与乐胜。虽然如此，天人寿命尽了的时候还是有五衰相现，而后依据过去世所造作的业力牵引下堕受苦，并且继续轮回。此五衰为头上所戴的花枯萎了，衣裳出现了污垢，身体开始臭秽，腋下出汗，原本有殊胜的宫殿座椅此时即不乐本座。除此以外，世界快要毁灭时，天界也会受到极大的波及，即火烧初禅、水淹二禅、风吹三禅。即使是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天，经过80000大劫以后，仍然难逃成住坏空的命运。因此天界虽然殊胜，但是也不是究竟安乐的地方，它还是逃不出轮回的果报。我们还有下一集，请大家继续收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恩大家的收看，看后转发弘扬法布施，喜欢请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南无阿弥陀佛。